今天是8月8号，星期天，今天是父亲节，那大家呢，可能就又要为父亲庆祝他的父亲的节日。对我来讲呢，我虽然为人父，但是我其实对父亲节是无感的，因为我觉得父亲这个字眼呢，太过沉重了，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欢过这个节日，我喜欢当不是父亲的日子，所以说呢，我对这个节日比较无感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天气终于放晴了，那这几天呢被台风呢扫的我实在是问题多多啊。所以问题多多呢，就是因为它连接连的下雨，那山上可能也有一些的冲刷，造成水源可能有点堵塞。那我等一下可能还是要去看看水源，然后稍微整理一下。这是每次只要风灾以后呢，需要做的一些处理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出门巡视完农场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去看看水源去咯。